这怎么没有医院的标志呢呀？这怎么没有医院的标志呢呀？咱们进里边看看，进里边看看，走。是不是医院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还有个卖店呢，这还有个卖店呢。这门怎么还锁着呢呀？这不完蛋套了吗？这门打不开呀！那找个能进去的地方呀！我也不能把人门给人砸了吧？我看那窗户能不能打开？这他妈窗户纹丝不动！你看，他这都写着中药呢，这是医院，这是医院，这都写着中药呢。我怎么感觉这都打不开呀？这个呢？啊，我操！打不开，总得总应应该总有一个一总有一个门窗户应该能打开的。好尴尬，对呀，好尴尬呀。这他妈不废了吗？我跑出来挺老远呢。打不开，这不废废了吗？打不开，这他妈不废了吗？去那边看看。不知道后边有没有窗户，应该全锁了。不知道后边有没有窗户，去后边看看。我操！死麻雀！那家巧都吓我一激灵。这好像能爬进去，这好像能爬进去，它这么高，我上也不好上啊。这是，这进去还我还能出得来吗？啊？它这么高，我进去我还能出得来吗？进一下吧，等一下啊。我翻下墙啊！有人吗？尿盆儿？不是，这医院怎么还有锅盖呢呀？医院还能做饭吗？啊？这医院还能做饭吗？这啥？什么灶？能啊！啊，这尿盆啊，有饭堂，是吗？有棉签儿。
有人吗？医院可以煲汤。我操，好冷，好大的风。还有个梯子。有人吗？让我都聚到底儿了，也看不到那头。突然间我断线了都，看时间，我刚才是不是卡掉了？啊，兄弟，是卡到了，那里边肯定有什么东西。过去看看，走。卡的话，你们提前告诉我啊。卡的话，就赶紧打字告诉我啊。一出来就好了。有东西在动，我不知道呀，解说。刚才听到两根声，很诡异的鸣鸣声。对，连着这个，因为那边那个屋的窗户关不上，那屋窗户关不上，然后就是风吹的帘子在动。吓我一跳！这他妈谁呀？挂这么个破玩意儿了！我他妈我也吓一激灵。吓死宝宝了！谁？听错了吧？有嗡嗡的声音。是不是有嗡嗡的声音？不是风，就嗡嗡嗡的声音。我看到个红色的东西，不知道啊，就一个红的呀。咱们过去看看。家里面12点了，帮爷爷在那把。还在呢，还在呢。你妈给我吓的！
我他妈，我心都让他给我吓没魂了！我这真的，我差点让他给我吓过去。不带这么玩的呀！破布，我操，这怎么弄个破布放在这儿呢？真的，我差点让他给我吓死！不是萌萌，不是萌萌。感谢我黄瓜一键穿心，谢我黄瓜。光一升半，X 光一升半，就这屋。感谢谢谢家人们。你他妈好像有病似的，他妈给我吓够呛。啊，他妈你告诉我是不是有病啊？你他妈你搁这撅着干鸡毛？哎，你们走，就在这个小窗户、小窗口这块儿，就在这个小窗口、小窗口这块儿，我都要吓死了，真的。感谢我黄瓜一键穿心，谢我黄瓜。那这是谁的口罩？感谢口罩啊，谢谢家人们。这好像就是个神经医院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头一回来这儿啊。我就知道这地方是医院，欢迎我朱玉姐姐。能不能吓死啊？来，咱们过去啊，过去。哎，你刚进来的时候让这个黑玩意儿给吓一激灵，完了这么一扫没有，这么一扫没有，完了这么一扫，突然之间这块出来一个红色。我听着你，我刚才有听见声音。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听见。刚才那么大声音，你们告我说你们没听见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里边肯定有事儿，肯定有事儿，真的，我感觉这里边肯定有事。谁？风刮的把门关上了，他妈吓我一跳！这风声也太他妈吓人了！
几个门全关上了，这几个门全关上了。你们看啊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说是风啊？你们看外边，这是没有窗户的，这是没有窗户的，看见没？玻璃都搁这儿呢，这树枝树都能看清楚。你看，哎，我的妈！我要吓死了！外面风也不大呀，你看树枝都不怎么动，树枝都不怎么动。你们看，不行，我把这个门打开，我把这个门打开。你们看着，你们看，看见没？看见没有？它外边风不大呀，外边风不大，这个门关上了。感谢我傻人和优的一键穿心，谢谢。这肯定是风。我用火给你们试一下啊！我拿打火机，我给你们试一下。你们看，看地上，看那报纸，这都不用我拿用，这都不用我拿打火机试了。风和报纸都充分的证明这就是风刮的呀。有时间拉我进去，好。风，对，风刮的呀。你们再看，我再退出来。是风，对吧？是风，对，是风，不能自己吓唬自己。其实这里边啥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哈，咱别自己吓唬自己。还有个老头帽子，感谢黑粉儿，流失水了。结核病。结核病预防控制宣传知识要点。感谢我琴瑟姐，谢谢我琴瑟姐的财神，感谢我琴瑟姐姐，谢谢琴瑟姐的财神。有人吗？我也没看见，但是有声音，但是有声音，这是厕所。这应该是厕所。谁？我感觉在这种地方，咱们尽量不要用手去碰任何东西，能用脚的尽量用脚。
还有黑木耳。有人吗？我没拿手套。医院，医院，我怎么听见嗡嗡嗡的声音呢？我怎么听见嗡嗡嗡的声音呢？我太烦你们这些剧透的了！哎呦我操，这墙上！哎呦我操，差点摔了！这墙上，这好像是个小人儿，这好像是个小人儿。小人太丑了，太丑了。有人吗？不知道写的啥，看不出来。我学历不高，我看不出来他写的啥。为啥这个医院都没有窗户呢？他妈死冷！风刮都关上了。为什么这个医院没有窗户呢？我他妈我的手都冻麻爪了，真的我都冻麻爪了。换行啊！白袍子，这是医院那种衣服，医院的衣服，咋老被卡出去呢？因为你长得丑，黄瓜。因为你现在不帅了，这里边太冷了，感谢我孟哥，美人鱼，你吓死我了！感谢我美人鱼大鲸鱼，谢谢。太坏了！这个医院里边，你们看，这地上全是药，这地上全是药。藿香正气丸，这个是瓶里边不知道什么药都上冻了。没上冻，我没碰，我没碰，没碰。功效门槛200，我就是用脚丫子碰了碰，我没用手碰。这毕竟是医院，不像平时咱们探的那些地方，我能逮什么碰什么吗？毕竟医院病毒多。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听见大鹅叫了呢？
啪的一声。谁？我刚才真听见大鹅的叫声了。这好多的药，叶酸片，这不孕妇吃的吗？全是叶酸。你说这个医院能不能是那个，能不能是那个妇婴医院呢？你看这个地方老多那个，老多这种叶酸了。我听见"哇"的一声，我听见那好像是大鹅的叫声，能不能是这附近有谁家养的大鹅呀？但我这附近我也没看见有人家呀。妇幼保健院啊，谁？能不能是风刮的呀？离那个门口的风声，有可能是风刮的呀。但我听着像风又不像风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声音。我现在我特别懵逼。风不怕，稳住，好，稳住，就是风，不怕啊。这应该就是个会议室，对，门口车是我的，恭喜我梦个200倍。操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尸体。这玩意儿像不像尸体？这玩意儿像不像尸体？肉渣儿，像肉渣儿，没看过，我也没见过。我也嗯哼。风是呜呜的声音，你等我在门口，我在门口，你仔细听，我在门口，你仔细听。是不是？这风声太吓人了。对呀，我都说了是风声，呜呜的，你没听见吗？医院还能喝酒吗？有刺耳的声音啊，那刺耳的声音能不能是风刮着什么了？风刮铁门的声音，风大就呜呜的。那要是风刮着铁门，它不是也有那种刺耳的声音吗？对不对？感谢我孟哥，你分析的没毛病。那医院也没人呀，这酒是搬运工喝的，我寻医院还能喝酒呢，再听听。像是女人的尖叫。我不知道啊，咱们仔细听听，我不吱声啊。
没有啊，我去门口看看门口那门，我去门口看看门口那门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好像是医院外边，这好像也能进能出，就像搬东西碰到的动静，搬东西碰到的动静。有人吗？像铁架子挪动，这儿有个铁架子，这儿有铁架子，这儿有铁架子，但那铁架子也没动啊，这铁架子也没动啊，谁？这不是风的声音，谁？我听着好像是楼上的声音，我听着好像是楼上的声音。谁呀？出来！有人吗？楼上的声音。陶醉声音，还嗨一些。这也太冷了，有人吗？我知道刚才是什么响了，滋滋的呀。我知道刚才你们说是类似于挪地的那个声音，我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了。肯定是这个，肯定是这个小火栓，供销闷盖儿呗，肯定是这个小火栓，肯定是这个小火栓。你们看，这边没有窗户，这边没有窗户，然后这个小火栓就这么风一吹，一吹，完了它就会形成这个声音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这块儿，它这个风好像就是那种过堂风，你知道吧？你们看外边风。应该是风。啊，屋里都是雪啊，屋里都是雪啊，看着没？
还有个柜子呢呀。柜子里边的应该是原先装的资料什么的。应该是原先装的资料。我操，这边这个抠不开，这边这个抠不开，关上吧。治疗护士岗位责任制，然后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 AROS 护理常规，这什么逼玩意儿啊？这什么逼玩意儿啊？家人们，你们谁懂？谁懂？跟我解释一下。那这个医院，我操，这个医院都结冰了。这医院上面都结冰了。ARDS 是吧？看那上面明明写的 AROS，我再没上过学呗，你也不能这么忽悠我呀！我再没有学位，你也不能这么忽悠我呀！真的啊！难道是风？再上去看一遍吧，我就看见那柜门突然间开了，我一脸懵逼呀，我怎么有点不敢去了。毕竟是医院，啥样的东西都有。家人们，咱们进不进？啊，咱们还看不看了？家人们，进的，12点半了都，已经12点半了，帮妍妍站站岗，行不行？帮妍妍站站岗。什么科呀？我也不知道什么科。
柜子里就两只药，柜子里就俩药，这柜子里就俩药，看着没，这柜子里就俩药，就两只药。我看看，我把这个柜门打开看一眼啊。操你妈，打不开呀！那柜门打不开，柜门打不开，对呀，怎么柜门也不动了？难道是风？不可能啊！这屋门窗都紧闭着呢，这屋窗户都紧闭着呢。本来就打不开，我也不知道本来就打不开呀，我不知道。走，接着看。我真不知道他打不开，我真不知道这个柜门打不开。恭喜我孟哥再次200倍！我操，孟哥你中了那么多200倍！走，接着看。有人吗？烧伤隔离区，往这边看看。感谢我画风哥的亲情，谢谢我画风哥。尿尿，我想尿尿，怎么办？啊？尿，我去哪儿尿啊？这边厕所也不敢上啊！我先把你们放在这个桌子上，完事儿，我先把你们放在桌子上，我找个地儿上个厕所啊！我把摄像头转过来，我先给你们放厕所，我上个厕所，家里。低了点啊！有人吗？
这感觉不对劲儿啊，家人们，这他妈感觉不对劲儿。不知道，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不对劲儿，就是感觉不对劲儿。我操，这门打不开吗？这门打不开，好像窗户被拆掉了，对，窗户都没有了，该没有窗户。谁？我怎么好像听见咀嚼的东西的声音？纳兰小雪，怎么我好像听见嚼东西的声音，就像是啮齿动物嗑东西的那个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谁？我怎么听着好像是楼上的声音？我听见楼上的声音。楼上的声音，就是他妈楼上的声音。风呢？但是听着就是楼上有声音的呀。难道是这个声音？这里是电站，但刚才听着不是电站的声音，把凳子刮倒了。那这风得多他妈大呀！那风得他妈多大呀！能把凳子推倒？
你们刚才看见没有？啊！你们刚才看见没有？刚才看见没有？我怎么刚才明明在这看到有一个人影？是不是有一个人？有一个人影，那就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一个人？有个曾经的动物记起来了，什么曾经的动物？谁？这他妈，这绝对不对劲儿！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刚才咱们都看见他来了，对不对？刚才是不是都看见他了？是不是人？打不开。黄大仙儿，这里边肯定不对劲儿，这里边肯定不对劲儿。打不开，这边肯定不对劲，我跟你们说。猫头地里了。别吓唬我呀！
你们谁有截图啊，家人们？天哥，你们那是有没有截图？发给我，发给我，发给我，把截图发给我！截图，截图，截图，快点的呀！这咋的？没人给我发截图呢？我就要截图，我就要截图，我就要截图。他妈这是啥玩意儿呢？我把我手机亮度调到最高。这啥逼玩意儿呢？怎么看着感觉一排一排的呢？啊，这怎么感觉看着一排一排的呢？这是抛过光的，这是抛过光的。这是抛过光的，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啥？一排一排的，看着好像是反光。手电反光的话，应该第一个是手电反光，那这个是什么呀？要不咱们再上去看一看，啊？要不要上去再看一看呀？外面的灯，不行，我的妈！没人说过，是不是小鬼下蹲？不知道啊。外面的灯，一会儿这个，咱们一会儿上去看看行不行？一排排应该是灯，我不知道，上去看看再说。我看着就好像是个穿大衣的。我在那窗户上看到的那个，好像就类似于穿大，好像就是穿大衣的。那个我在窗户上看到那个，好像就是穿大衣的。悠悠，你别吓我了！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就好像看到了一个类似于大衣的逼玩意儿。谁？谁？后面是大门儿，你说你们心脏受不了，那我呢？我呢？上去确定一下，谁？这边有声音，我正要说，我上去看一看，但突然之间听见这边有声音，
我真听见这边有声音。有人吗？你们刚才听见没有？谁？我听见这边有声音了，你们有没有听见刚才有奇怪的声音？谁？谁？出来！这里边有动物，不是，这里边有声音。这边是有声音的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但是我确定这边是有声音的。
明明听的声音就是从这边来的呀！啊，家人们，明明听的声音就是从这边来的呀，对不对？咱们听的声音是不是从这边来的呀？啊？灯也不亮呀，这不对呀，好像是看一下微信，这等会儿看行吗？等会儿看行不行？啊，等会儿看行不行？这瓶里装的啥呀？这瓶里装的啥呀？是医院的药。谁？红布帘儿，这不对呀！会儿的呀！我怎么好像看见这边有东西？应该是印出来的影吧，应该是印出来的影吧。不对呀，谁？还是从那边传出来的声音，还是从这边。感觉总感觉怪怪的呀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的不对劲儿啊？我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。感觉整个医院都不对劲儿，反正我就感觉不对劲儿，就感觉不对劲儿。妈，是人的话，我直接拿手电筒，我干死他！什么声音？不能怂，对不对？他妈，你出来！你妈，看我一手电打死你不！不行，我他妈非得一手电干死他！我他妈管他是啥呢？不知道，我他妈才不管他是啥呢！刚才到底咋回事？啊啊啊啊！
刚才到底在？前面刚才不是关着的吗？我记得刚才这个暗室的门突然间它自己开了，声音。我刚才听着这边好像有声音，还是这边，还是这边的声音。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见没有。这他妈逼医院根本他妈都他妈不是人待的地方！谁？有声音！出来！还是这边有声音，还是这边有声音。还是这边有声音，还是这边声音，大燕哥，你老吓唬我。那门底下是啥呀？那门底下是啥呀？过去看看。我操他妈的！那人有一双脚，啊！那人有一双脚。
这块这脚印是我自己踩的，那脚不见了。那脚不见了，你妈呢？不是反光，真的有一双脚，白色的脚，真的有一双脚。那脚是在门底下的，楼上有声音，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双脚啊？你们看到的是不是脚？我他妈，我看一眼回放，我看一眼回放。这里边是有人吗？他妈，底下是一双脚，底下是一双脚。我记得那日看的时候没有这个脚啊，咱搁这边来回走了好几趟了，没有脚啊。你看，你看，真的是一双脚。咱之前搁这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根本就没有这双脚，是不是？而且我是从那个窗户那块翻进来的，我是从那屋的窗户翻进来的。我进那个医院的时候，从这个窗户翻进来的呀。是脚是吗？之前没有脚，那后来的，对呀，后来的一双脚，走不了了。谁？楼上有声音，楼上有声音。我也慌啊！我也慌啊！你说我不拼命咋整？
啥地方呀？这啥地方啊，家人们？这他妈看着好像是手术室啊！是人不？啊？是人不？不是。我他妈！我刚才我手机跑掉了，我手机刚才跑掉了。我手机跑掉了，家人们呐，我不行了，我实在害怕，我不给你们支架吧，我给你们支架，我求支架吧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求个支架啊。刚听见关门声，是不是风吹的呀？是不是风吹的呀？啊？有没有可能是风吹的呀？仪器？什么仪器？什么仪器？关门声两次。感谢我隔壁老王的六，谢谢。家人们有票的搂一搂。稀稀疏疏的声音，我还真不知道什么稀稀疏疏的声音。我不知道，我没进直播间，我没看。有票的给妍妍搂一波。有个声音类似于谋杀，不知道啊。空求梦哥200倍。我戴耳机一直听有声音，是吗？我听着好像电的声音。谁？
上酒逆流成河。